好嘛哈，1.2一条，1.2一条，好了。这画人，哎呀，好了，来，漂亮。这仗子请来都抱起来了吗？要往左边扭，你们。走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好嘞。好，别说了。 行了，来，哎呦，二姐，哎呦，你妈找你半天，你妈是吗？啊，这儿了，不要你了，准备。完了，不要咱了，干嘛了？哎，来了，哎呦，哦，哎，来了，哎，好了。 过来会儿了。嗯。还得来，再带人。这些哥们见面了啊！我给你录一个。见面。拉活。哎呦我天，俩人都在这儿比划的呗。确实给咱弄地毯嘛，这俩人拍脑门儿，那我不行，拉点客人得给弄好了。 这想了半天才想那段儿，还真想到位了。要没有这招呢，这招老溜啊！是咱真老溜，我弄的了。你这行啊，主要你厉害，你发功都不下雨了。还真是的，好久就没下雨，这要就要下雨可连咕喽。这就行，哎，有这事儿就差不多了。这两天就担心下雨，我天天看天气。嗯。 看，还没开始了啊！你看看，保险衣服，外头一什么？瞅瞅，哎呀，太多人喽！一会儿开始，马上典礼。主持者，辛金生先生。辛传生先生。 鲁班所记录保持者，好，谢谢金泉生先生，来，请就坐。另外一位，天津市政协委员、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、天津市烹饪协会会长、宝轩集团董事长朱宝军先生。刚才两位重量级嘉宾在上面商量了一下，是谁先上台说两句呢？朱董事长。 来，您上来说两句。对，您先来。您看看您的掌声那还能多吗？来说两句。带着娘家过来，我就带娘家这边。这个天赐良缘啊，这个乐滔滔，这个花开遍地啊，好事多。这个在这晴空万里啊，迎来了我们今天的大喜的日子，我呢受女方的父亲，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我的发小的邀请，今天作为今天会场的这个证婚人，第一次做证婚人啊，知道吧？这个做证婚人呢，这个就有自己证婚的身份。既然做证婚人，我宣布就是2个孩子今天结婚，也是你们今天。 步入这个婚礼殿堂，生活在一起的日子，今后的日子相互之间互相的恩爱，在工作上相互的支持，在体下呢多向两方的父母啊多孝敬，今后呢用自己勤劳2个人的智慧，创造你们幸福美好的家庭。谢谢默默。男人呢？ 有一份责任，让你的太太有一份安全感；女人呢，有一份坚守，让你的先生让他踏实。最后呢，祝各位来宾、各位亲朋好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一般语言啊，道出来很多的真谛，坚实踏实。 其实就是在未来的婚姻道路上，你们2个人要学会的美德。婚姻不是山盟海誓的诺言。看吧，看老爷了。各位来宾，我也不怎么会说话。大家来了，都是朋友，吃好喝好，好不好？我就说这两个字。言简意赅，言简意赅啊！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寄到这边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应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牵起手来面前两位尊贵的嘉宾啊。一对新人说要用一。 哎呦，在外头太凉快了啊！好，我跟你猜。哎呀，别说，还真舒服，我这劲儿真舒服，不舒服。看看，在旁边还敬了酒了，这会儿看到吗？我天哪，屋里全满。对，这个天最舒服。好吧。这俩小不点儿。咱那个地。在地上挤。老坐着吧。水下出去。 首先来说，感谢各位来宾，我也不怎么会说话。大家来了，都是朋友，吃好喝好，好不好？我就说这两句了，言简意赅，言简意赅啊！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寄到这边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应该做一件事。路上的朋友，我要看到你们的双手。 全场送给幸福家族的掌声、呐喊声，再一次。OK， 好 ，OK。看看，这都摆在外边来了，里头那么些桌，看到外边，看到这我们哥们亲哥们，你看，这都是嘛。这还真不错。 啊，这外头大楼嘛！我看完了啊，看看啊，我们这些徒弟们，来，我是13，螃蟹，对，我看老头儿也不抬头了，我们家闺女，我们老舅他们，这个，哎。